这里主要晒不到太阳，有点冷。相机。不知道我这点电还够拍多长的摄像呢。哎，关键摄像传不到校内上去，很恶心。你可以传到优酷上，然后在校内上分享你的优酷视频，可以。可是太多了。走两步已经到了城堡，前面就是。这个感觉不像个城堡，感觉有点像个监狱一样。就那么几个城墙。城堡英语德语世家。门是这样，不是免费吗？你看，应该是免费的呀。都可以吗？我们自己可以，我们都能买。Bonjour. Vous voulez la brochure en quelle langue?